问：零六副四副十九，魂体被带到关帝殿，眼见一尊非常巨大光明的佛，无比慈悲，位于观世音菩萨后方。观世音菩萨对弟子介绍：这是南无大日如来。大日如来，心灵法门众佛子，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怜悯你们，救度你们，你们要好好感恩他，不可蒙佛救度，又忘佛之恩。在心灵法门弟子守则第六则，尊重其他宗教和法门，不做评论，随缘度化，随机度化实乃我佛口业戒律。我观察心灵法门众佛子，部分佛子在弘法度人中起了攻击之意，言语中已经造成对其他法门和宗教的伤害口业，你们在弘法度人中需小心谨慎，就算别人诽谤心灵法门，也不可起恶性攻击他人法门。你可知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我佛如来依众生因缘而生，度人弘法，切记谨守口业。诽谤口业，不管心灵法门还是其余众生，因果是一样惩戒。在弘法之途上，我会令金刚龙天护佑你们弘法顺利，切记切记，不可造下诽谤佛门道场的口业。十法界的诸菩萨摩诃萨都是慈悲心具足，观地菩萨佛子们不可对出家法师起口业攻击，他们实乃佛门之子，背负着佛陀弘法度人的大业，有造下此恶业的心灵法门佛子需要好好忏悔。至于有犯戒律的佛子，不管出家在家，都要自己承担恶业的果报。心灵法门佛子，你们也是一样，因果与众生是公平的。师父曾经说过什么？不懂的事情不要呱呱呱说个不停，把弟子守则背好，记在心里。弟子磕头跪拜，感恩诸佛菩萨，魂体被送回阳间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弟子马来西亚零六副四副十九。答：你们看他说的师父像我的样子吗？性格永远不会变的，不管你投胎多少次还是这样。过去有的老法师是菩萨成愿再来，从历史上可以查到他的过去，再对照他现在的性格一模一样。